跟一般的王爵不同，铁帽子王在清朝时可以享受世袭罔替的待遇。当然，要得到这种待遇，必须要有特殊的功勋。清朝初年，曾以军功分封了八位世袭罔替的王爵。清朝后期，又以巩固江山有功，陆续分封了四位世袭王爵。虽然这些铁帽子王可能被夺爵，甚至被赐死，但他们的爵位待遇一直都可以传承后代。溥仪退位时，清朝仍有12位铁帽子王，图为溥仪。这12位铁帽子王面对清朝即将灭亡的态度，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反映出清朝皇族的态度。对于铁帽子王来说，他们肯定不愿意看到清朝灭亡的结局，毕竟清朝的灭亡代表国王地位待遇的消失，所以在清朝皇族中便有一部分人极力反对溥仪退位，以梁璧、郁朗、溥伟、在涛、在泽、铁良等人为首的清朝皇族组建了宗社党，图为铁良。宗社党在创立之初就明确提出反对溥仪退位，让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并且密谋推翻袁世凯。而在创立宗社党的这些人中，溥伟便是铁帽子王，他是恭亲王奕的孙子，承袭铁帽子王爵位。其余人等都是亲王大臣的后代，大多承袭爵位。他们打算罢免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甚至打算杀了袁世凯，让郁朗、在泽担任内阁职务，由铁良担任军队总司令，继续开战。图为袁世凯。宗社党在天津、北京等地不断活动，十分活跃。恭亲王溥伟曾面见隆裕太后，希望皇帝放弃退位。宗社党的组织者梁璧声望较高，他属清朝宗室，为人颇有才干，早年曾留学日本，后来长期在军队中任职，这也是梁璧家境比如宗社党其他几位组织者却被推选为首领的原因。经过宗社党成员的一番折腾，清朝皇族一度显得仍有声势的样子。图为在涛。其他宗室皇族中也有不少人对溥仪退位持反对意见，如铁帽子王之一的肃亲王善耆便坚决反对。后来隆裕太后拿出退位诏书时，肃亲王善耆还拒绝在上面签字。后来清朝灭亡，善耆仍一心想要扶持溥仪，打算重整旗鼓，图为善耆。不过清朝皇族的声势也基本只能闹到这个程度，他们一心要把袁世凯拉下马，可是心有余力不足，即便袁世凯愿意主动交出内阁总理的位置，这些皇族们也没有办法掌握实际的权力。当年溥仪刚刚继位时，摄政王载沣就一心排挤袁世凯，以族籍的名义让袁世凯辞官回家，把一干皇族调到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的位置。载沣的内阁也因此得了一个皇族内阁的称呼，图为皇族内阁。这些皇族官职很大，遇到事情根本没有应对的办法。北洋军根本不听朝廷的调令，只听袁世凯的调令，因为这支军队是袁世凯亲手建立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是袁世凯的私家军，只听将令，不从军令。那时，袁世凯没有官职，皇族们尚且无可奈何，更何况现在袁世凯不仅自己担任内阁总理的位置，北洋人马也都占住重要位置。事实上，后来袁世凯曾假装卸任不干，因为袁世凯不愿意担一个像隆裕太后孤儿寡母逼宫的罪名。可是
真等到袁世凯告病，隆裕太后又连忙把他请出来处理事务。他们清楚此时离不开袁世凯，所以在中书上清朝皇族们的反对效果十分有限。从全国更大范围看，清朝已经失去民心，他的灭亡只是或早或晚罢了。图为隆裕太后，当宗社党首领梁璧被刺杀身亡后，那些拒绝溥仪退位的皇族基本成为反杀，即便少数依然坚持的人也无法再形成声势。尤其当民国给溥仪拟定一份清室优待条件后，清朝皇族便不再抵抗，尤其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皇族，因为在清室优待条件中对皇族给予极高的待遇，皇族除了有一般公民拥有的权利外，还有许多特殊权利，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财产，不用服兵役，不用纳税，如果日子过得艰难，民国政府还可以他们安排生计。对于铁帽子王来说，他们的爵位仍可以继续世袭。后来清朝很多铁帽子王到民国时仍然承袭爵位，这项待遇一出，铁帽子王们也基本同意溥仪退位。对于他们来说，丢了江山固然可惜，但丢了家产就是要命。当年隆裕太后曾向皇族募捐充作军费，也没多少人愿意慷慨解囊。铁帽子王中的庆亲王聂匡贪了一辈子，家大业大，临到了也不愿出钱，所以庆亲王叶匡对于溥仪退位还是持赞成态度的。公元1912年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溥仪退位，清朝亡。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心西历史，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PGC card 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PGC card ref, hover, text decoration, none, PC 样式,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HEIGHT 164PX BORDER 1PXSOLID 1818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One slid pound key in 888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ing, minus 50%, transform, translating, minus 50%, PGC content 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pound key 200 on the 20 tall.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narrow up, PGC content desk, font size, 14px, color, pound key 500 on the 45,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Line height, 1.2m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tall, WebKit box orient,
Optical, PGC Content 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Pound Key F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mm, PGC Cut B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Pound key 500x6599. Font size, 14px. Text align, center. PGC by text. Padding chop, 10px. PGC icon b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s0.com, PGC, V2 PGC TPL, static image comma, DT5 to be found when a PNG.